喂，到哪了？我马上要到了，你再等我一下吧。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 不是说要到了吗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藏在哪儿了？哪儿？一看到人家还给人家打电话，神经病！走吧。喂，嗯，一定要现在，必须得现在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我一会过去。 陈佑说：“突然有重要的事情找我。”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现在走啊？难道约会对你来说不重要啊？当然重要，可是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周文，谁要等你啊？